三道一凤才前进的速度还动慢了，也给路线没给进改变，被北基托从兵的安部没先不来停办停课。不过今年北部天气就算寒气可能冻一头，凤才港的建设没引起的民众争议。不过个人也给风机来以前，就算个市场都是人讲你，一冬一年没系管好天时，管家来买物资。市场地都严重热，渐渐山头子风采到来，特别机紧闭停班停课，民众没看风采大好天气，家家去市场买东西。风安泰行路都难，北京五百几排天马没本风吹崩平，山头子风采慢慢行，路线变了就变。水电就算被迫上班下放卡太，不过下周了后将会有止。凤彩价格决策未受到民众争议。基北北桃四县市就是一日的共同生活圈，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同步，这样子造成生活上面极大的困扰。今天傍晚左右，以及下午开始就会风雨势增大，我们一定是以市民的安全、通勤的便利性为最优先的考虑。民宿下团风，一片街道分景怪见，车车车道停头唔得，全部卡街都相见。组织台北新北水门灌溉事件冇相款，造成东府四季南港铁器交通乱糟糟，没引起民众怪见。第一时间，我们交通中心就即刻启动相关的机制。包括周边号志描述的调整，未来我们当然会借由这次的经验，交通局跟公务局会来检视这个过程，那将对市民以及交通冲击影响降到最低。因为停工，双北铁器跟外机受用掉，市长上班员工会随时监控风采的情形，台北机头事件是讨论了后，委托暗夜8点公布。卡卡新闻林金洲刘二平综合报道。